心旅美小将的消息，效力老虎2A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最近的打击状态超级好，今天他在对上巨人2A的时候又敲出了本季的第八轰。Here's the pitch. Runners breaking for second as the pitch is skied in the air to deep left field. Pomares sprints back to the wall and it's gone.台湾怪力男继续炸裂，李浩宇是在首局首打席就挥出这一发左外野的两分炮，帮助球队先持得点，而这已经是他连续两场比赛开轰，同时也是连续八场比赛都有敲出安打。本季他已经累积了八发全垒打，只差一轰就可以追平他旅美生涯最多的开轰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